合作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下来还有很多场。嗯，好，我们要好好的。我不像王雷，王雷很低沟，会讲你的打呼，哦、我不会。你不会啦，啊、你放心，我只会吃我们的大哥的打呼啊，阿明哥还有何秋打呼啊。讲了了，讲了了啊。对吗？对，对我是没有兴趣的啦。没有兴趣，我跟你讲，卖弟弟吃贵，不好诶，吃什么阿未歹诶。那是有道理哦，阿爸。可是你这个袂使了啦，阿爸，轮轮了的老阿爸，袂哈，所以我放地生放吉生的哈，还是新鲜可口的。你四十五年了，无啦，是不是四十五年？我保证 original 的呀，包装有打那个防腐剂的啊。阿爸，什么品种啊？我这个 original 的，阿爸开包的哈。那那什么地方 original 的，知无？还有吉生菇嘛 ，original。哦，你的嘴浓重安尼大。别跑啦！你有看曲多曲多，郑慧也曲嘛真多，蔡琴也曲嘛真多，对不？还有潘越云也曲嘛真多。哦，你在这里，我一个外号你叫咪姐，对不对？咪姐，我一个外号叫郑慧玉的妹妹。你是郑慧玉的妹妹？对对对，你是淘汰派子不？哦，郑慧玉的妹妹，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？什么？郑慧痴。你爆花痴了你！哎哎哎哎，什么什么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哦，阿姐啊哈。好，卖给你吃贵吧啊！阿明哥，我其实才知道你喜欢吃鸭嘞，难怪你没有拿我的电话号码。青菜啦，卖咩啦？可是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啊，联络一下。明哥，明哥，我的电话号码拢做好个了，你拿阿妹陪，诶，什么代志拢在靠我表弟啊。好的。我们要介绍我们舞台上的精英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一班四位老师，资深的老师，非常棒。